Thank you.
同一个陷阱。Welcome。画面感觉好像那个恶魔城，欸，而且没有攻击我。切换魔法防御跟物理防御，再可以爬下去。这爬下去会怎么样？不会怎么样。
动的陷阱。这 baby 的外乡人，虽然是中陷阱，但是还拿了不少东西。看一下，这个是恢复的、直接切装备看比较快。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捡到了什么？魔力成长，这一定要给女主角了。妈的！通常都是魔力强，这样的话先走上面好了。哎，这个居然是怪物、太神奇啦。倒是蛮多的，每个都打一打。好，这是储存店，而且2000恢复。下面这个一定是怪啦。剩下最后一个。
这里就完全不知道哪里有陷阱。好像很少，其实也不用用魔法。几乎所有的陷阱都踩到了。我也好了，这样可以练的。又回来啦，直接冲上去。哎呀，在他面前也有一个洞。哎呦，这一次刚好。呼哧呼哧，又要跑了。话说，这一个魔王长得好像比克啊，肥胖版比克。爆怪，那我该如何对付他？用魔法吗？
德两人记，等一下我查一下。单体图斩伤害增倍，全体雷魔法，不能战斗状态。哎呦，这复活的。超级回旋斩，单体行动等待时间二分之一，也要来给挑战那个神。抛斩，爆，下面那两只比较麻烦。
一个干掉。这是学我的招式吗？又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四只都是这个，真麻烦。
电脑版的，欸，对了，超人版的，应该算是超人版的。就是最古老的那一版，我知道他后来好像有出在一个平台。刚在哪里看到亮亮的东西啊？是我的错觉吗？不知道上面有没有储存点 ？3DS、NDS， 好像是其中一款。刚离开座位了一下，有人找我。哦，没东西了，算你。上面要打王啦，真是还没有储存电。我先来做恢复。
宝箱。ミストロブ。ミスト，什么东西呢？哦，铠甲。新的铠甲样子，先把它换上好了。看一下旁边，再来一个马金库斯卡库斯卡夫，是不是？用我的破日文，马进在哪里？魔力加二这个东西，走吧。好，打王。你的末日到了，比那家，比克，要来打比克大魔王了。我的防御壁能够挡住一切攻击，直接把自己截住。看来就是要打旁边机关。想打哪兒？觉得这魔王好像有点蠢。从刚刚一开始就一直放陷阱，然后到现在还是在放陷阱。掉下去了，啊，该不会这样就挂了吧？奇怪，什么属性就跟着有什么属性，场上没人一样的属性就敲一下。哦，是这样。好，好，我应该换另外一个火属性的来才对。青蛙砍可以降防，那就是一个砍，然后一个放天属性，一个放水属性。那青蛙就一直砍吧，然后补血交给青蛙。那时的青蛙。Thank you.
哦，对啊，因为青蛙拿着圣剑。他一开始是天的，所以要给你护。有打到了，我接下来再放个歌。火属性哦，我没有，我想来一个合体技哦。怎么都放不到，对不对？我搞得有点乱。靠，不对。算了，还是乖乖放好。我放个天，消减 HP。所以是看他放的，我的话用靠这样，可不可以暂停一下？好，可以暂停。像没人一样的青蛙砍可以降防，就用冰打。青蛙砍降防，然后用对应属性的。好，这个是什么属性啊？啊，这个是水，是不是？这时候就可以放了。被你抢先，哦，827，这招好，攻伤害好高，火属性我没有火属性。好了，没有火属性就先来补血。
好，那这样 OK。等他放水舞线，我再放三个三人合体机就好了。这招是什么？这个是地吧？等他放水属性，这是雷属。我好像没有雷的。主角有闪电哦、oh, ，OK。先用普攻，这时候主角有雷属性，等一下、啊、这一个吗？哦有 OK。什么时候要放水了、啊？有水了，就是这个时机，他马上要放地狱。哦，一千多。他后来就没有了。黑暗物质，哦，这一招，来看我有忘了打太爽，忘了补血。
欸，现在是不是已经无所谓了？现在好像不会转换属性的样子。哦，打赢了，终于。还好刚刚三人的合体技砍一下可以打1000多啊。格兰利昂达到了那种程度。愚蠢的家伙们，我只不过是召唤出来而已。太古时代就存在于深层地中。跑掉了。突然间又回来了。父亲的照顾。一个人背着大家，超猛的，他一次背3个人。这只青蛙好大。拉尔巴村，好了，换一个来练了。
村之广场。交换武器，换成新的。往北边森林去。哪里有在卖东西？花瓣28个，这个我有吗？这个到底是要怎样？与梦幻枪交换？两种连续三个，共六个交换。总三个，好像可以交到很好的东西。每个都来换看看好了。花瓣，然后脚，梦幻之弓，这个是女主角的。毛呢？火焰之手，火焰之手是机器人的吧？好像都没有男主角的武器。红宝石背心，那就再换红宝石背心好了。我的伤害变为二分之一，就只能换这样。
然后状态恢复。不能讲话。只能换这些啊。他没有买武器店，太可惜了。去下面的村庄看看。全体 HP 恢复小，这种组合好像不太好哎。2627，还是来玩青蛙好了，青蛙感觉很好用啊。北方的森林，北方森林是旁边这一块吗？这里，吉诺反抗的恐怖。普天胆，普天胆是什么东西？地然城区，接下来去哪儿？狩猎之森。
天然这边吗？在的那个关卡度都很乱，要看得很仔细。新的怪，几恢复药。对啊，我把那个 MP 消耗二分之一的戒指，给卢卡用。
装备吗？哦，铠甲，谁的铠甲嘞？男主角的铠甲。他在那边干嘛？召唤神龙，召唤飞龙。太少见，那应该是要翻成太见外了。把人情卖了就走了，这种事我可不信了。这样的组合，哇，这个有飞空艇的，但是我要飞到哪里去呢？这一块吗？恐龙人基地。恐龙人基地是这边。哎，不对，这边我去过。这个才对。既然是强制的，